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全台湾上大间，专门在做山小李烈、雷梦生产的呢。屏东仙和农产品运销合作社讲，这个财务出问题，有不少的厂商收不到汇款，寻求到法律的途径，但是嘛一直拢无结果。啊，这农粮署的副署长姚志旺来证实，讲确实有这个代志，讲陆续有接到反映，目前正在了解当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